Luxgen。哎，接受你的 call in 哈，台中大肚的吴先生来，吴先生请说。啊，美丽的主持人，各位贵宾，大家好。乔总，我认为国台办说得很清楚啦，我们不知道大家是听不懂北京话，还是像科尔所说的不能面对的事实啦。啊，我把它化成台语哈。嗯。啊，你那边对我哈，我就算恁一省啦。啊，反正你嘛唔敢独立啦，啊，卖学白吵啦，较冷静的啦，吵嘛无路用啦。啊，我认为政府对民众哦要老实啦。嗯。输甲痛苦就讲输啊啦，唔能。咱就大家想办法，搁做一条新的啦。好，谢谢吴先生，来感谢你来桃园的曾先生来，曾先生你好。你好。是。美丽的主持人，还有各位来宾，大家好。好。我要讲的是上一个话题了哈，就是哦，我可以证明台湾人绝对不是中国人。是。虽然讲我嘛相信讲，大部分即马在你台湾这土地，大部分的祖先拢是对于这土地来。嗯。啊，不过，咱祖先来的时阵，迄块土地并无中国，迄块土地是明末清初的时阵。谢谢曾先生，来感谢你哈。这个议题大家共同关注，我们马上回来。